Hello，今天要吃一些千层蛋糕，6种不同口味的。我最怕吃千层了。豆乳味特别浓，现在的草莓还有一丢丢酸。吃得出是鲜奶油，提拉米苏，这个会容易倒一点。这层提拉米苏太细腻了。会串味，吃一点清新的。这个太难了。芒果太多了。还有点狼狈。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幕，我就知道。榴莲馅也是满满的，
还蛮像。那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